人来，我跟他带一个机要，带一个机要吼。我打招呼讲，你的人格本身给你肯定吼。啊，你当然我这种会出来跟你探讨啦吼。啊，你讲打带一个啦吼。啊，等下咱慢慢啊讨论啦吼。啊，你带什么人来？陈伟龙、单威龙。哦，你带单威龙来啦吼。哦。我请教你哈，陈伟龙医馆是文学馆的业务人员对不对？伊是文学馆业用的资讯分析师。他有没有具有公务人员的资格？没有嘛？是不是？不是公务员。哦，对，他是业务人员呐、啊。哦，你讲错一个啦哈、哦。我请教你，你的新闻社。甲你的司机，吼、哦，这原底是不是吴兴化？当当时是伫倒位的？吴兴化当其时是派遣人力派遣公司派伫文社馆，吼、哦，来，你的司机当当时伊是倒位的？伊原来是文学馆的。那我刚才本身是在问你啊，你从文社馆到底带了几个人啊？因为刚才是一个机要，是我来的时阵带来的。您这科技主管顶管哦，要先我看看哈、哦。我当下你问你啊，你讲你能带一个人啊？那我本身即摆资料给你啊，啊、哦，你文社馆。那个吴兴化，阿个吴义金嘿，吴义仪嘿，他刚才问你文社馆呢啊？为什么要欺骗本席呢？啊，来，我机要跟他带一个尔啦，嘿，我早就无问你讲带机要几个啊？你机要要带十个，你是说蛮准你呢？欺骗蛮准你呢？我早就请教你。哦，你伫文社馆带几个人过来呀嘛？对无？然后，你是不是迄个林小婷？林小婷，你是不是伫晚上公开要征询？征询啦吼，要请一个啦，有无？有对无？四十几个人。台南市的市民听到台南市市政府网站要公开征询业务人员，那个公务人员，我定了，结果大家抱着满腹的希望，大家去报名参加，结果呢，你是真才，啊，但是。拢内幕做好啊！你甲这四十几个台南市的市民，唔知内幕人，世界的百姓个真可怜呐、啊！你敢增笑一条？你就叫那个林小婷，叫他来参加。他以前在哪边？也是在文学馆，对不对？是。你在。你个那边用哪个用阿阿咩的对话较公开吼？底下要讲业务人员要人请，结果害人安尼，大家留一条刀刀的去征才，抱着希望，大家是无？慢慢讨论啦，我只能阿个啊。来，我讲一下，这阿面念嘛啦，市长你有看到了啦、哦这种哦，文社馆的人啊，你实在哦，本身真钦佩你啦吼，你嘛是真的要照顾人啦，吼，你搞文社馆的这些人吼，你一个人得到啦吼，啊，全部吼，拢升天。我这篇的主题吼，赖市长用对的人做对的事，我今天不是在挑毛病，但是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。我要监督的责任，
做错的人我要把他纠正出来。哦，所以呢，用对人做对的事就一拼啦吼。但是我现在要讲的，钱要开在刀口上。你把四个人，你那个陈伟龙叫来未？主席，叫陈伟龙。请沈美龙。请沈美龙。陈伟龙。陈伟龙，你哦，请陈伟龙列出席，列席。要到备询台还是？站在前面。来，请你到备询台。你吼、哦，你过去啦，伫文学馆啦吼，你的职等大概是不是六点的？对吧？请答复。没啦，我点无你听啦。你即摆伫教育局啊吼，做专门委员啦，是干定的十点啦。市长，你听好、哦，你的薪水一个月领78,395块，你较早伫文学馆去办领遮济啦。你即马，恁局长做个来照顾，照顾到真正袂歹，吼、哦，袂歹哦。然后呢，你是毋是有写个秘书吴信化，伫文学馆派遣人员，薪水20,000块。即马到教育局，用的是8%，薪水是44,218块。你的司机。刚才伫文水馆是临时人员，即卖呢，领有30,330，享有正式公务人员的福利。连你局长是听迄个林小姐，原来伫文水馆当临时的，即卖来教育局50点，薪水有32,928块。这个人。实在有够好运，对着你郑局长，佮一飞冲天。最近又佮补一个江友奎，我感觉真奇怪，是安那江友唔是一切部门吗？林事处主任，主任哦。这个公有的部分是我们归秘书处管理哈。那如果是比例上没有超过，据我所知是不超过一定的比例的话，还是可以禁用。你先我听，我实在感觉真奇怪。本是做5、6档的议员，阮家拢失业的，一个叫你郑局长来做局长的啊！你比较过去文学馆的人，一个人身体壮人得多。许处长，我请教你，你当年国民党员几档啊？20几年，将近30年。你的主力要过完呢？你个对唔对人啊？你来邓同学对着就陈同学郑局长啊咧？你这样子来先唔30几点？啊，对唔对人？人迄个6点会当跳到10点啊，8档个啊？对所有公平人员哦，这么公平啊？徐处长，您请坐。谢谢。那个秘书长林慧燕，我昨天听到讲你做35档啊。超过35年，没错。还有这么贵一点？11直等。35年，他才一点呀？隔壁这陈先生10点啦。隔壁但是10点啦，啊！你当时嘛对唔对人？你刚才拢结对，你小姐，所以上老，家来用来的人，老你做人快吼，本性吼，啊，佫袂遐个少。当时啦，当骗我啦，来做地政处的处长啦，佮娶一个司机啦。一个月了可以25,000块左右啦。我的同事吼，还蛮做人，伊爱学咱教育局的郑局长，咱就差差四五个。
我的同事哦，还蛮做人，都比我爱家己检讨一下哈、哦。来，那个我来请教了哈，谁、哦、啦？写了这条公文呢、啊？这条公文哦，市长，等一下我资料都送给你了哈。这条公文呐、啊、哈，副局长哈、哦，这条公文是教育局的哦。副局长代为这位公文啊，签呈签呈了哈，哦，要转给专委复验后，才可以将公文哦直接收入公文柜了哈。现在这个专门委员可能大家吼，大家连那个副局长吼，有哪大起的款呢？这条公文呢，局长怎样跟本局解释这张公文里面的含义？不要你在那边，我叫人送过去，还没送过去。你这条公文啦，哈，等下我给本身回答的。来，那个用对的人做对的事情，哈、哦，这个本身嘛真奇怪，所以呢，对哈、哦，咱这个单专委哈、哦，进一步了解，进一步了解，你给本身好好哈、哦、回答一下。给议员报告，我今麦回答刚好。你等下。你的陈伟郎，本是请教你，你也别，你过去伫倒上班？报告议员吼，我顶一日的工课是伫个台湾文学馆。伫倒了，台南文学馆的进前伫倒呀？是伫个高雄的捷运公司。伫高雄的捷运局嘛？捷运公嘿，捷运公司不是捷运局。啊，过来，安尼样吗？啊，佫进前是伫个迄个南区的国税局。伫南区国税局，那么是安那伫南区国税局，你是安那是业务人员，要啊是安用作品。家己原报告吼，因为迄阵吼，高雄捷运公司打承认吼，啊，因副董事长吼，陈明恒伊是。来，好，你点名。你本地伫高雄捷运局。人家在南区国税局的业务人员负责资讯管理，因泄密案被要求终止离职，90年10月1号，因为你是泄密案，被人家解雇，本身的资料拢开始的。然后呢，你在国税局里面，因为盗取内部机密。遭到国税局开除，后来被文学馆馆主郑班正叫来，在文学馆担任业务人员，从1992年到99年，都负责执行业务。然后郑局长来教育局做局长，加去甲你叫过啊！你即马一个来呀，你真厉害，吼、哦！公文来当代签，副局长签了，你又来当代签，爱个经过你复验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这调来啊，把教育局用啊乱七八糟，啊，把过去的教育局网络中心的主任林守仁干掉，引起教育局教育界极大的震撼。林守仁主任，你教育局担任网络中心足足19年啦，19年把咱家干掉了。伊伫当时哦，是表现非常的优秀，哦，用你的专业是在专门干掉好的人才了，这叫做用对人做对的事。你即马，你正是伫南区国税局有泄密重要机密的前科，
你即马个咧掌管着教育局的网络资讯。